aespa 即将在10月10号带着新歌回归，陆续释出了预告，也让人感到大事很妙，每天都期待着释出更多的影片。This is a drama。昨日 aespa 公开了吉赛永和 Winter 的预告，当然展现出的演技令人眼睛为之一亮，尤其是 Winter 那濒临疯狂的氛围，更是让人不由自主的感到窒息呢。已经等不及 aespa 的回归，小女孩们会带来什么样的风格啦？ I'm the drama。